你要走去哪？你不吃了？我不知道要登记，我以为就排队而已啊。啊？啊你排队才能登记吧？你干嘛出来？写的公虾米。我想问个，妈妈说她要什么要登记什么可以？所以妈妈没有登什么鬼？啊，不是排队就好了，妈妈要干嘛？